家伙，我是王长寿，几个到这拾掇拾掇啊，听家母说来家嘞，到这拾掇拾掇，下去了给听家母说会儿会儿，唠唠嗑，要赶快问问。那里你下来了，宝贝嘞？他家叫你头。哦，你俩在屋里，开个灯去。去去，快一趟吧。快一趟，去你家做头。出粉儿做头了。这会儿大哥。这是个啥呀？啥子？你家里是吧？我也没事。去去吧，去去，快点哈。哎，把药喂喂的吧。我们那个唯一三个五个
个就是多的，十几个就算挺多的，你说那么多。这是靠这个养家，养家糊口的哟，养仨俩的不得劲，一大仨都能干。对对对，干什么都能干的。哦，对，就是说这地里不多，就不多，怎么了？就你那个小梯顶，那不是弄那小梯顶？那火车上不让带，不让带，那个爷爷没嘞。因为喂的那个猪都挺肥，可不嘞？我们那就喂的那个，没有你喂的那个肥，没有喂那个肥。我看人家都喂那个少是呗？哦，嗯，没多少，对，十来个就算挺多的了。嗯，你就修一个专业户，专业户，都往我们那头走，外头。嗯。